是我说啊，您这么大岁数了还跟我们处大业，要我说，这所长真应该替您。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别你妈跑了，你，鲁柱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别你妈跑了，给我站住！你妈这臭不要脸的，我告诉你们，盗窃国家财产！哎，那几个人干嘛呢？哎。喂，你好。对，我是他们的领导。啊！你当什么人啊？我就是他们的领导。他们的领导。你知道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吗？这不知道。他们可有盗窃的嫌疑啊？据你的了解，他们平时有什么犯罪倾向吗？还真没有。哎，我说警察同志啊，这几个呀都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啊。那你这大半夜的让他们出来练马拉松啊？不是，你们说说怎么回事？我就找一个零件，要不我们也不会去车轴厂。跟鬼屋似的哦，还有二师兄呢？我不是二师兄，我是保安。行了行，你们这是说什么呀？好好交代。是这样的，我们真的是为了腿脚不便的老大爷修电梯。躲什么呢，帅哥？货送货。哎呦，长这么帅，怎么结巴呀？您是摇手吗？是呀，帅哥。这儿有您的货，麻烦您签一下。签哪儿啊？签上面。上面？我怎么觉得应该签下面呢？您，请您自重。嘛呢？哎，老公。嗯？怎么着？啊？我媳妇漂亮吗？啊？条顺吗？是。啊？想认识认识吗？啊？你有我这本事吗？哟呵，怎么着？麻烦您签一下。哟呵。素质还挺高啊。啊，你还给我装什么孙子在这儿？怎么着？你别骂人。骂你？骂你怎么了？骂你啊？骂你怎么了？啊，你说你一破送货的，你不好好送货，跟我媳妇瞎逼逼什么呀？在这儿你别不讲理。别指着我，谁他妈不讲理啊？你他妈一外地揣子，欺负人你还想欺负到家门口是吗？啊！我他妈弄死你！哎，别干！哎，别动手呀！哎，别动手啊！哎，帅哥，哎，别打你！啊，老公，别打了！滚！都给我滚！孙子，我告诉你，今儿我他妈放你一马！
姐。哎，楼上住什么人呢？给你单身转两头。发这一玩意儿有啥用啊？啊，还不如来点实惠的呢。你呀，就是一小市民，就知道物质。哎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啥呀？荣誉。懂吗你？对吧，成伟？嗯，路路通太牛了。嗯，人家路路通整个就一个人肉 GPS。再加上人家那工作表现，人家路路通不拿金牌员工，那不是破坏和谐社会吗？去打架。哎，路路通，你看，我觉得这应该给铁牛。哎，爷们儿啊，纯爷们儿，这不是高子翻？路路通。我觉得你就是上进奋斗靠谱男青年。臭妹，那我呢？全国屌丝代表呗。啥叫屌丝？你不知道？就知道的。笑笑笑！屌丝也有屌的那一天。你们还有功夫闲聊天是吧？我。作为你们的领导，我要提醒你们几句：金牌员工不算成功，金牌团队才最可贵。哎呀，我觉得吧，这个也差不多哈。对，看好你啊，努力哦。Old are you？ 怎么老是你呀？帮忙呗，帅哥。没空。哎呦我去，脚崴了。帮个忙呗，学雷锋做好事儿啊。我真没空。哎，脚崴了，磨叽呢，走吧。下车。哎呀，帅哥，雷锋学到底嘛，送我上去嘛，走吧。行了行了，咱们家开 home party 呢，一块玩会儿呗。我真要送货。送货着什么急呀？走嘛。哎呀，哎呀呀。How old are you？ 啊，怎么老是你？嗯，哎呀，进去吧，玩会儿。哎，一起。不好意思，您歇着，您歇。社会大事，屡教不改。胖子，你是不是特怵这老家？
要不我们帮你整整他。